Ah, yes. 胸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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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人都能看不下你，dress up like a nerd。好疼啊！又危险，又来！我怕了，哥，我一会儿上去。咱先，我是抖着唱完的，肯定好好唱，包好整，放心。还是非常非常开心，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很年轻，大家。 所以我们在沟通上，从一开始的创作上，就是非常的顺利，就我们的想法也就是非常契合嘛。哎，我问一下，我们到二也算晚场对吧？中场85%，不是90%？那可以。所以你们还想晚场吗？刘宇也想晚场，所以就是你们商量一下是谁到一，谁到二，好吧？哦，那我们到二吧。行，那我们就定好，那你们就到二，然后刘宇到一，好吗？好。 好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他一个人干90%，然后前场那两个人弄80%，那我就觉得我们在第二呀，很稳，再打回去，调到第二去。其实也行，没有你打嘛，有个逻辑，就是我们俩，我们两边哥是撞的，连在一起是不合理的。讲实话啊，嗯。喂，怎么了，马老师？ 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觉得我们被子还得调。对，我们就是很电子嘛，很 drop， 然后就是很蹦迪这种歌。然后我们演完以后，刘宇再上去演，对他不是特别有利。他一个人就要面对90%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会我们的曲风会影响他。你觉得90%大旗应该你来扛？<笑>也行哎。哎，刘宇刚才说了，他说换一下位置是可以的。 不是换位置，我们现在是这么想的，他去走他的道义，<笑>我们去前场。咋揍，哥们儿？咋揍？咋揍？给我，哎，就这么着挂了啊！哎我，怎么着？啥意思啊？怎么着？ 我们最后到底几个演啊？那怎么着？我们就倒数第二个了，就定了，够吗？能够达到我们赛制当中的满观众的满意度吗？哇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就看这个观众们怎么想了。 我知道我们肯定能做到，我们拿100%都没问题，就是我们仨嘛，你知道吗？嗯，<笑>但是我觉得咱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然后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位置。现在还能再接着动吗？对，给奥利接一下呢。你给他15，15，然后 flex tone 10试一下呢。然后模式换成那个 low mile。哇哦， 还是有点大，30。哇哦，哎呦。 不管是像周震南老师也好，还是像 Capri 老师也好，其实一直都是在教我一些东西的，就是感觉他们很专业，很专业。然后我只能就是一直以一个学习的姿态向他们就是学习。你前面可以 mumble 一点，因为 tone 会让你声音变薄嘛。 OK， 我就使点劲儿。对，用胸，不要用鼻面了。OK OK， 就是有点被带飞的感觉，但是也很开心，因为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。 这次我们准备的节目是 Capri 老师的一首新歌，还有一首之前的歌，波点和科什米尔山子羊两首歌的结合，挺兴奋的吧？然后也挺期待这次音乐节的。Let's go！ 绝对不能给我们放！你们先聊着，我先拿康师傅冰红茶。 谢谢，谢谢。哇，采编完喝个冰镇的康师傅冰红茶真痛快啊！哎，感觉你们都对青岛挺熟悉的。对，我之前我们团在这儿出道，尤其我们这次音乐节还是在机场办的，也算是一段独家记忆了。康师傅冰红茶好喝吗 ，Capri？ 好喝呀，冰力十足的康师傅冰红茶再给我们加持，现场冰甩痛快的氛围真是直接拉满。哎，那咱们舞台表演的痛快氛围也得跟上。好，好。 回答我！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，走 ！Let's go！
还没玩够。首先跟楠楠好久不见了，然后就是在一见面就可以重新一起做舞台，非常开心。然后就是也特别开心在这个节目以后认识到了奥利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很棒的一个新的年轻的音乐人也好，唱跳也好，无所谓，我觉得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好。谢谢哥。哇，这音老师这很难评。你喜欢这首歌吗？喜欢喜欢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各位。克什米尔波点，整个舞台的设计让我感觉特别的惊艳，融合了电音加摇滚，非常的适合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的氛围。而且一开始你们引入了这个 DJ 打碟的这个设计，我觉得瞬间在现场立刻把那个氛围感点燃了，之后再进入到了一个摇滚的氛围感里面，我觉得这种层层递进的设计就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喜欢，超棒。奥利今天虽然较之前的舞台有很大的进步，但是那首歌的咬字跟 Kapper 比不是非常的有那个厚重感，尤其是你们两个有一句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奥利唱完之后 Kapper 去重复歌词的时候，就显得你们两个的声音对比会有一点明显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超级乐迷的评论。整个舞台的呈现没有问题，从氛围感来说，现场的确被点得很燃，从观众的尖叫声就可以听出。不过从歌曲来说，整首作品形式大过于内容，因而与大众的共鸣感相信会有折扣。很中肯，我觉得说的都很中肯。你本来就是这种音乐风格嘛，就是不是那么好的去容易让人接受的，所以我觉得正常。我们做这样的歌和舞台就是想去做出更多的尝试嘛，然后也是希望能看到，说不定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嘛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痛快支持度。现在还差2%，九十多才能平均分才能拉回来。Black 是87.5，风吹丹顶鹤79.57。他们三个在一起是嘛？99.1，轻松哪里？克什米尔波点，89.4。